偶尔会好奇镜子里的世界。最近太忙，很少陪他玩，闹脾气了，一有需求就喜欢爬上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。最近很多人说我的猫胖，可能是因为换了型猫粮吧。这款洗爽包猫粮含 20% 进口鸡肉和 10% 鱼肉，增肥发散，没发亮眼，最重要是他喜欢吃就好。长大曾经最喜欢的逗猫棒，现在都不太感兴趣了。总喜欢自己在阳台待着。宝宝，准备好了。